诗篇第十一篇。我是投靠耶和华，你们怎么对我说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？看啊，恶人弯弓，把箭搭在弦上，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。根基若毁坏，一人还能做什么呢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察看世人。耶和华试验义人，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，他心里恨恶。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，有烈火、硫磺、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。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喜爱公义，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。诗篇第十二篇。耶和华，求你帮助，因虔诚人断绝了，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。人人向邻舍说谎，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，心口不一。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，耶和华必要剪除。他们曾说，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，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，谁能做我们的主呢？耶和华说，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，我现在要起来，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。耶和华，你必保护他们，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。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，就有恶人到处游行。诗篇第十三篇。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至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。但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诗篇第十四篇。愚顽人心里说，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。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？他们吞吃我的百姓，如同吃饭一样，并不求告耶和华。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，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。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，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，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诗篇第十五篇。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实话的人。他不以舌头缠谤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随火诽谤邻里。他眼中藐视匪类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。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，也不更改。他不放债取利，不受贿赂以害无辜。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。
箴言第三章。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不可使慈爱、诚实离开你，要记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得智慧、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，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，其利益强如精金，比珍珠宝贵，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。他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富贵，他的道是安乐，他的路全是平安。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，持定他的俱各有福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，以知识使深渊裂开，使天空滴下甘露。我儿，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，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，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，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。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，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，不陷入网罗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你那里若有现成的，不可对邻舍说，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我必给你。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，你不可设计害他。人未曾加害于你，不可无故与他相争。不可嫉妒强暴的人，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。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为他所亲密。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与义人的居所。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。